一旦失去了信用，想要再混下去可就不容易了。我这干啥呀？这具假人制作成本极高，可我不方便呢，我这怎么做生意啊？够不够？够了。你家是开银元厂的，你那边安排妥当没有？所有巡捕房的兄弟现在人员货物都会盘查的很清楚。要我说他们今晚就会来抢人的。这不是挺好？我太久没见过蓝天了，没想到还跟20年前一样。妈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得在这儿过夜。有你更恐怖吧？这叫啥话呀？这马上要破案了，我这地方真的有点恐怖。你想怎么布置啊？今天真的有喜事儿啊！这钱的问题，你杀了我得了。行了，在国外这叫耶诞帽，耶诞老人戴的。耶诞老人是一种神仙吧，跟财神差不多，小孩子都很喜欢的。你才像头呢！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像头，你们全家都……你不在屋里吗？起身，不要刺激他们，否则他们可能会行凶。送皮的，哎，我走，老几位，干嘛呢？骚啊，一个马擦拉擦烟，有一个点儿了吧？啊，在哪儿呢？这不是？放心吧，没事儿的。就算这里发生不了什么，我在乎的是人命，我不想再后悔一次了。我来看看。
香，好香啊！时间怕是来不及了，我的小。立秋了，我要不让你们几个在外面折腾出点动静，我安全着呢。哎呀，你别在这儿碍事。唐镇长的女儿，唐小唐。我终于让小唐给知道这事儿了，于是我就和你们张局长啊，总比在这儿要安全吧。果然，跑，跑啊！后卫，后卫，杀人魔王送来！骂字儿没有最好，骂字儿没有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玻璃房我特意为他定制的，这回我看他还走。季师傅，你真的不想登报吗？整整20年，你关了我20年，其实是报，哎，不抽了，没砍过刀子，没错。林伯伯，哎呦，小唐啊，好漂亮啊！那个臭小子在忙正事，完了很快就过来。审完之后，我还要去给别人过生日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交代的？时间快到了，我的任务要完成了。是真的我吗？您请，哎，大帅，哎，请慢讲。说你就是宋三江，不是死不了的。没错，这是失传的嘛，不愧是金花之秘的传人，抚掉自己的容貌，10年小成。如此说代号，你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残害少女？没错，这才是我的真面目。在下诸葛雄，上一代没死绝的江湖术士，借恶贼竟然有这种本事，那不用取代大帅和镇长的位置，到时候。枪！
厉害的硬气功。我希望遇到超人。你费这么大周章，真的书没告诉你。龙云镇宝藏。干什么？这么迷信啊！迷信个屁！你的血有毒。别想有太平日子过！你杀了太多的人。答应给你的，我师父和我师妹就是因为这个被杀。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继续。而我活下去的动力就是把这些书也收回都重来，所以啊，我希望你能留在这儿。